东西呢是要趁热，一旦油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指的是臭豆腐，趁热赶快吃哈。你也不用再躲我了。没趁。陈小华，你压榨欺负我女人，你根本不配做玉兰的哥哥。谁敢阻挡我，我就拆掉东华村。每周一至周四晚间8点，东华村理发厅。